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一个明星组合，他们当中的每个成员都有一大群的粉丝，其中呢也包括我们。是，嗯。那他们呢，就是由中国自主研制生产的20组合，分别是威龙重型隐形战斗机歼20、鲲鹏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以及战术通用直升机直20。他们从研制、试飞、列装到之后的每一次亮相都备受瞩目，可以说共同开创了我国空中力量的新时代，成为守护祖国安宁和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中流砥柱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请出这个20组合的三位代言人，分别是歼20飞行员侯杰、运20飞行员徐彦军以及直20飞行员刘通。三位飞行员过节好。下面呢，我要替大家来问一问啊，你们是怎么过八一的？作为最先进国产战机的飞行员，你们在驾驶战机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八一建军节期间，我主要担负两项任务，一是战区组织的联合演训任务，二是担负日常的作战战备值班任务。我很自豪自己是当前空军发展建设重要阶段中的一员。四代机与三代机相比，座舱布局更加简洁高效，飞机操作系统更加智能，操纵飞机感觉飞机响应更加的敏捷迅速。当成功驾驶四代机翱翔在祖国的领空时，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节日期间，我和战友们将始终坚守战斗岗位，只要一声令下，随时飞向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。运20飞机是国之重器，它设计理念超前，人机交互智能，作战性能优越。作为它的驾驶者，我感到无比自豪。列装运20以来，我们上高原、飞远海、出国门，参加联演联训、实兵拉动、伞降空投等战训任务，通过在实战环境中摔打锤炼，我们直面强敌，敢打必胜的信心底气更足了，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更强了。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刻，我们必将冲锋在前，不负重托，不辱使命。说到过八一，我每年都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陪着我的直20一起度过我们自己的节日。驾驶直20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操控性和机动性非常好，功率特别足。就拿前几天的空投任务来说吧，在连续高强度长时间的飞行中，我们一起经受住了考验。有了它的优秀飞控系统和良好的机动性，我们在空地协同的时候能更快地将步兵投放到更好的位置，有力地提升了直升机的战场生存能力，从而在战场上获得先机。今天是八一建军节，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祝大家节日快乐。好，谢谢三位20组合的代言人，我们也期待着20家族有更多的成员。